槟城以多样化街头美食和独特的艺术文化闻名，受到国际认可。知名旅游指南《孤独星球》（Lonely Planet） 将槟城列为东南亚第二大适合独自旅游的目的地，仅次于新加坡。Lonely Planet 形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乔治市是一座由美丽的战前老房子、宗祠、咖啡馆和街头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城市。由于当地商家接待的游客不多，单独旅行者能更容易深入了解当地文化。除了三大种族之外，槟城也保留了独特的娘惹文化以及经济实惠又多样化的街头美食，非常适合喜欢在街头寻找惊喜的游客。除了槟城和新加坡外，被列入最佳独旅名单的城市包括泰国曼谷、越南河内和印尼巴厘岛等。